老少平安咧，除咗系一句祝福语之外咧，其实咧都系一个传统嘅菜式嚟嘅。今日就煮俾大家睇下啦。做法咧系非常之简单嘅，就系将鱼肉、豆腐同埋浸咗水嘅虾米，再落埋一啲胡椒粉啦、生粉捞埋一齐。然後好像肉餅咁樣蒸咗佢，食之前咧就擺啲葱花喺面啦，淋埋依個麻油就可以噶啦。